太监，你应该去撤回这批的辛苦，连同我部一兵上雄翠宽山。翠宽山，我告诉你，不是命令你告诉攻打翠宽山吗？攻打翠宽山，哈哈哈哈哈哈！表面上看起来是攻打，其实是不好，因为这批人比重生之前，我是不能将素还真死。哦，原来如此。金太监，你要将我部以及这批的辛苦上上翠宽山，沿路可能的危机束缚，就将第三告诉灵剑别火一律同行吧。是，出去要小心，千万不能出差错。好，这恁两个人，就赶人头来见我。是。这批人的忠心，对批人们将有莫大的帮助。千和山，神秘的千和山宛如一座迷宫。不管龙已经走了数天，但是仍然无法走出千和山一步。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前面有一位姑娘，就向伊问路吧。这位姑娘请了。夫人，孟夫曼吉书生见书文的话听到真气愤。请问姑娘，这到底什么所在？你要去倒位先讲啊。我自己也不知道。笨死，自己连目标都无，叫我怎样给你指点？去边防屁，卖在这个所在啰嗦。姑娘，你未免，未免怎样？你这种人看真济咯，哼，无骨气的男性。你知我是什么人？你吗？你是米拿良、马西良、萨隆帕斯良啊，硬要念人的。你怎样？我讲错了。你是不是要找切苏青青？人呀，切苏青青要创什么？要吞哦？什么？吞啊！吞你听无信？吞就是一个人出一行，盈盈变高人。你是在真无教养？我无教养，哈哈哈哈！哪里呢？吃了亏，为了吃了双脚如同。两尺如地，失去男子汉的尊严。哼！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来，你敢真正献丑时，若挡袂牢，甲我应付你。我的叩头真灵，你若需要，在这个所在献币，我救你。你敢吗？哦！若唔敢献币，这条路你免行咯。乖乖回头。哦，杜元良，我看你无够胆了。
没事啊，这你种鸡皮的辛苦拖来这是被冲上单囊了单什么囊你是在真高位呢点点看你就知道好点点看金太君我在此地等你真久了等我好事鸡皮的辛苦在官部的里面我现在就交代给你杜兄不是啊要你是怎样怎样这个金太君会在这个所在出现是苏焕金交代小金公叫我这样做苏焕金啊这个苏焕金啊这生起来真准王昏老师东台为兄的病情好我进你王昏了林三郎守在此地我尊敬何郎出入遵命凶猛当然花红昏是我的家人我哪有不比凶的理由花红昏是你凶心但是你将我痛心你失去了初中生死之手你罪该万死